肿瘤是切除了，人却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原来租的房子到期了，他也没钱续租，就只能暂时在这儿凑合了。他怎么了？你爸脑子里长了个瘤子，手术非常危险，可他依然坚持。手术做的不是很成功，肿瘤是切除了，人却什么都不记得了。那些是你爸看病的资料，本来他打算做完手术就去找你，没想到会是现在这样。你爸知道你直播带货，你推荐的商品啊，每一个他都买了。这收件人这一栏写的全都是月月爸爸。你爸跟我们一块玩乐队，他是我们乐队吉他手。可是我们乐队有演出啊，我们不能一直照顾他，所以这次找你来就想让你接手。我们知道你恨他，可是我们也没有办法。Thank you.